从外地出差回到家，碰到的阿飘居然要和我一起住。哎呦，不行，尿急尿急尿急！我操！哎，你快点，我憋不住了。你笑屁话！你家有人，你不知道呀？我也没适应过我家有人呢，我以前都一个人住。你刚刚都看见什么了？我这啥也没看见。你的意思就是你什么都看见了？没有。你去吧。我不去了。那你尿哪儿了？我什么玩意儿尿哪？尿你床上了？尿哪？我都让你吓回去了，我精神病。不，为啥呀？房租免了？你不免我就曝光，我就说你。哎，等，走走去，走。不是，你这大晚上干啥去？让你管啊？不是，你有班啊？你有班？那你啥时候回来呀？啊，姐，到家没呀？啊，到了，刚收拾完。嗯，你吃饭没呀？要不然你过来，姐给你发个位置，你过来吃口饭，然后正好有点事跟你说，爹。我不吃饭了，是啥事儿？你说吧。怎么墨镜啊？够你来就来呗，我给你发位置啊，赶紧过来吃口饭啊，这有事跟你说啊。啊，行，好了。嗯嗯，好。